数量是三台，然后呢，设计的产能是4.5万管，24小时，然后下午又陆续到了两台，预计还有两台在路上，然后我们最终扩充产能争取在10万管，如果按照10:1的一个量来讲的话，应该是24小时能做到100万人左右。